今天我在网上看了一张图片，假如你在月球上想上厕所了怎么办？NASA 宣传3.5万美元帮助设计一款能够在月球上使用的厕所，于是就有网友纷纷投稿了。你是那些宇航员没有勇气释放吗？张那么大的嘴是应该蹲呢还是应该站呢？这个总可以了吧，一边骑着月球车一边如厕，公事私事两不误。NASA 计划在2024年之前让宇航员再次登陆月球，并且居住一段时间，还包括第一个登陆月球上的女宇航员，所以厕所必须男女公用，没有小便池了哟。说好的向前一小步文明一大步呢？这个马桶除了节约用水， NASA 还要求不能让机组人员把头伸进马桶就能够捕捉呕吐物。等等，米国宇航员以前干过把头伸进马桶捕捉呕吐物这种事儿？这画面也忒美妙了吧。难道以前登上月球的那帮人就没有如厕过吗？当然有，人工一共登上月球6次，一共留下的只是6袋便便，在月球上自生自灭，也就是白色的这个仔仔。几十年来 NASA 其实一直在灵魂拷问自己，便便过得还好吗？还适应月球的环境吗？